陈哥，我们是不是要分手了？你想跟我分手？<笑> 哭什么？我没有哭，没哭。刚鬼哭狼嚎的是谁？你是不是觉得这房间隔音很好？你下次要撒谎的话，你就躲被窝里面哭，保证你哭晕了，我都听不见。我没有哭。同样的问题，我不想这么第二遍。那是因为我刚刚在洗脸，手碰到水了，手疼，所以才哭的。包这么难看？你试试一只手，你能包得很好看吗？你傻子吗？ 干嘛不让我帮忙？不用你帮我，我自己可以帮。我有点痛，手一样痛。刚才不是哭得很开心吗？怎么了？我一来你就变成痛坚强？哭够了。 怎么了？前两天还不理我，现在就屁颠屁颠跑过来了。你干嘛？看笑话吗？你交门票钱了吗？我过来是因为不放心你。想让我走的话，你要么别哭，要么就把耳朵捅了。我眼前的这个人，OPL的王者。 粉丝心中的神，难道真的是我一点点把他追下神坛了吗？我真的是在为了他好吗？任一笑，马上就好了。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？如果我做错了什么，你为什么不骂我一顿，揍我一顿也行，不让我上场，只让我打训练赛，每场比赛做冷板凳都可以，你为什么从头到尾你都不说一句话？我只能远远的看着你，你都不理我，就把我晾到一边。我是人，活生生的人，又不是空气。陈哥。 我们是不是要分手了？你想跟我分手？这世界很酷。